嗨，嗨，我们来找鬼。嗨，我们 Frisbee。有吗？有吗？没有拍照太快了。哈哈。哥，我是本乐，我是一名正在努力的一个 filmmaker， 所以我相信你们已经看了这标题，就知道这次我将会要来拍这个 behind the scene。让大家来参与我是到底怎样第一次去制作这个 spec commercial。 简单来讲，这个影片呢并没有任何的就是有收费还是什么，就是不是别人叫我去制作这个影片，是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想要去尝试，然后把它当成是这个我的 portfolio， 所以整个影片的 budget 都是我自己付费的，然后演员也是我找，所以这次主要我要拍的 spec commercial 是比较类似是那种代言鞋子吧。然后这次的 spec commercial 的运动是 Ultimate Frisbee。 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为什么会选这个运动，是因为一是我自己本身是有玩这个运动的，大概在中学时期的时候，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运动我是暂时还没有看过有人去制作这样子，所以我就特别特别想要 be the first one。 OK， 主要做这个影片的原因就是我真的很想很想去记录一下我自己是如何怎样去做这些每一个影片的，因为其实讲真的制作每个影片都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好，话不多说，就是这个影片我们会制作的时间我是放了两天，虽然我不知道这两天的时间内能不能够完成，但是我觉得我们会尽力咯。那是我非常期待，已经等了好久好久。Let's do this。Sunset punya shot 呢？pertama itu masa pukul 6 akan itu siang sunset。今天是我们第一天的 shooting，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有进行两天的 shoot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就是，他就呀，就是他也是叫本的，你可以， Hello. 哎，你也是可以 introduce 到你自己的，是这个影片的 protagonist， OK， okay. 这个故事是 based around 我的飞盘的故事，对对对对对，我的 journey and so on and so forth， yes， 所以就是。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他，然后他也很乐意帮我，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叫 Burner 了，所以就比较好。然后哎，这是我的 assistant， 可以转过去看自己一下。对啊，对啊。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我们的 day one shoot， let's go。所以假装前面有人这样。Okay. 再一次，来，讲话前面讲，就是讲会大声的感觉。第一次来啊，都是很漂亮。都在跟你讲花多少钱。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等下会开的这个场地，哇，也是第一次看到 Gatoron Club 也是这样子的。虽然我活了19年在这个民族路，第一次来到这边，感觉这个场地也是蛮不错的，所以就敬请期待我们等下会怎样拍了。呀，这整个场地，然后这里是他的那个休息厅。这里有一个等的 yeah. 喂，吓到我啊。要明显一下这个，有吗？看有吗？没有拍照太快了。
现在在这边在拍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今晚就是拍比较有拍 ending shot 啦。Yeah, right. 所以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所以我们就来慢慢去看他们，看不看啊？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了，所以就先这样先啦。Hi. Yeah, boy. Yeah, banner. Finish day one. So red. Very, very tired. 很多事情发生。OK. Hello, 大家，我们终于完成了第一天的拍摄 ，first day。然后 ，Yeah， 刚才拍到非常非常嘛，然后今天我们也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干嘛？追我挠，他是警告我们哈。什么鬼 ？Yes， 并不是因为停电，而是因为有人来叫我们回去了。叫我们要就是要赶我们走啦，因为 yes 一半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的东西，就是说可能时间上面我没有掌握得很好，他们就直接 shut down 全部的灯光，所以变成那一瞬间我是非常的傻眼，因为我们失去那个 show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啦，就是应该算是就是我们的整个影片的开头，然后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开头，所以变成好险刚才我们就是最后我们还是有办法把它去解决它了，就是我们想到另外一个 idea， 我相信到最后真的影片出来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知道哎，到底里面有做什么调整这样，然后 yes 真的是那一瞬间哦 never mind， 简单讲我们明天 day 2的行程就是我们会早上大概五点要到海边，然后我们就要去等待一下那个 sunrise， 然后我们就去拍一些 shot， 然后我们接下去就是下午跟我到傍晚吧，我们会在海边跟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个室内的一个富沙的场地，就我明天也算是我们最后不是算是就是我们最后一天的设定了，所以希望真的是一切顺利的。Yes, pretty much， 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 Yes， 我们明天见吧。Hey， 我们来找鬼。And welcome to day two。So 现在是5:37。其实我们这个行程我们已经 delay 一天了，其实本来是昨天了，但是昨天差不多要亮了，所以再亮一下我们就在这边跑，所以我会跑一个就是一个 jogging scene 啊，对，等下我会坐在他的车，然后我们就会yes， 希望 one take 啊， OK 啊， OK， 来算，等下见。你确定可以做到啊？可以。不要把别人车撞掉哦。不会的。这是谁接的？张大东。来 ，say thank you。OK， 今天是我们的 last shot。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我们刚才在那边 indoor 拍摄，我们并没有很多，哎，不是并没有很多，这是我们的 assistant 今天不是那么有空。对，因为有上课，所以我们就变成就是刚才只有一个人，所以应该是没有拍到什么 behind the scene 啊。So 不讲那么多，先拍完了，之后再跟你们讲。Red!
Alright, 欢迎回来，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两天的拍摄，真的是这一路来走过来真的是非常的煎熬，因为从开始要 plan 要制作这个影片的时候真的是很担心天气的问题啦，然后一些场地的问题，所以然后我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就是我的朋友，他们谢谢他们愿意付出他们时间然后来陪我一起制作这个影片，然后在这边跟你们说声谢谢。OK， 最后我就特别谢谢你们还在这边观看这个影片的，特别感谢你们愿意看到这里。然后这个影片应该会在这个来临的这个星期三跟或者是星期四啦，或者可能更慢，我也不确定，但是一定会在这个礼拜上这个影片，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就是见证一下到底这两天我们制作这些东西能够变成怎样的一个 spec commercial， 然后我也非常非常期待。然后 yeah， 我应该没有什么要说的，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吧。